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，不仅严重破坏两国企业间的正常商业合作，而且对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希望美方保持理性，纠正这样的危险做法。同时，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，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。